哎呀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种瓜种豆，我种瓜，你种豆，我不是豆啊。哦，韭菜，韭菜，这个是我们从集市上面买来的种子。我这个2块钱的，这个3块钱。韭菜也有种子吗？这里原本也是一块蛮好的地，后面我们在这里挖了一个化粪池，翻了很多这种泥巴出来，好硬，现在好像开荒一样。这个土很好啊，那里是好，那里是原来的老土，有肥的土，这里是新的土。那就把这个翻过来就可以了。我知道啊，但是要挖，好硬啊，你说那么简单。哇，这个很重。泥巴根本就不是泥巴，就是石头。那是什么？那石头不是泥巴，是什么？跟石头一样硬。哇，你看，咚咚咚的声音。没有多少。我压口啊！你来站路。50个字。他几了？挖4个洞就行了。要那么挤？是你自己挖挤。先种这个黄瓜吧，青瓜。掉了一个种子，种子怎么是红色的？红色它涂一点料啊。哇，放那么多种啊？6个，要那么多、哦？你在骂我？我没有骂你啊。那应该有人在想我。字都被你猜对了，刚刚想你。太应该画行还是怎么好点？哦，对对，这样横过来画，一条一条。是这样。乱动，对不对？我就这样说呀，这个泥巴太硬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是挖你。哇，这样搞吓死我了。这里好硬，我是用点力气。你要用力啊。可以的，是这个韭菜，你可以，种可以拨厚点的，它一行过来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就有两行那样摊长。我拿种子，那你挖呀，挖完再走啊。可以啦。两行够了吗？够了，没多少种。去，你不能种太厚了呀。厚点不怕，韭菜，韭菜厚点不怕。那你想让它种多了，你就多种几行啊。
看我两个要分开来种。哪里要分开？有时候种了太多啊，还不是把它拔了重新分开种。哇，我从来没见过韭菜种子。我看一下。还这样子的，哇，像黑芝麻一样。我来种，因为我是四月份的孩子，四月份生的小孩，那老人家说是生下来就是为了种田种地的，我就不甘心了，为什么要我种田种地？你们十一月份的，我是享福的，享福，你们的话，怪不得让我享福，我那么累。这也信？信呢、啊。我老妈以前经常说，我就是生下来种田种地的。你不是种田种地的，你是生下来养牛的。她说我种什么都。放牛的你是。种什么都会很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啊。那以后的地，全部让给你了。你也给我。全部给你种。我觉得，哎，我现在突然觉得，这算得太准了。真的，看来这些地应该都是你种的。哎，我坐在这里，我种不活的啊，我就可以休息。你想活啊？本来这个我四月生的小孩就专门生来种田种地的，老人家说的，我也不相信，为什么？哎，老人家说的太对了。不对。我怎么突然感觉这句话真的是？这个要改。什么话都不对，就这句话对。这个要改一下的。不改不行的，这是我种啊，这里啊，这个种子放多了，我就说种多，你要种多，你要种那么多，我怕这个我这个四月份生的小孩都种不活，不长了。再挖一行吧，你不种多不行，这个再挖一行、啊、看这种子，这种子怎么？那我看不顺眼，再种一行嘛。挖。你挖。挖。刚刚自己说自己那么厉害，还不是你挖？男人就是累，男人就是累。好假。男人就是累呀。挖，把这里全部种完。再挖一行。以前它长。后要它以后长出来，再分点过来种就可以了。哎呀，它分过来的存活率低。低个屁！它自己长起来存活率高，真的。可以了。